放桩子一般就是接压深度嘛，对，这个它就没压到嘛，看到没有？接压深度和锚压力度嘛，就这个东西嘛。啊，你先对比一下这个嘛。对的。好了，打。在哪？我手机那边没有啊，他只有一卷单子啊。稍微检查一下，我手这边稍微。手拉一下。Wait.